你违反了公司规定，我违反了哪条规定？禁止左脚先踏进公司。一起上吧！我要叫我大哥来。大哥，什么？你大哥是四大家族之首的唐总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啊！我来了。哦，原来你大哥是个收破烂的。小宝，你嫌弃谁呢？ 爷爷，你怎么又去捡破烂了呀？你们都在干啥？我都没人可以欺负了呀！太放肆了！这可是你三姨的表弟的叔叔的大侄子，快叫二大爷！二大爷！哎，我还没给钱呢！我吃瓜从不给钱。欢迎救世主！嘿嘿。